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杨真英的国标舞蹈课堂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步伐是羽毛步 Feather Step。 羽毛步简称为羽步，节奏为慢、快、快，四拍完成三步的步伐。那我把身体侧过来，我们面对正前方开始，身体转向角落。第一拍，右脚前进反身动作，身体转动四分之一，跟掌，节奏为一。第二拍，左脚经过右脚重心收至脚边，二。第三拍，我们臀部开始向前摆动，左脚前进一步，掌，三。女伴可以把头回到右侧，男伴把头保持在左侧。第四拍，右脚经过左脚脚边后，完成反身动作位置上的前进，掌根落下，四。看一下完整的步伐，跟掌，掌，掌根，看一下身体的位置，反身动作，侧身引导，反身动作位置结束，节奏为慢、快、快，换个方向 ，one two three four and。抖音。后退羽步，因为男步和女步的脚法不同，首先为大家先介绍男步步伐。我们背对直线开始。第一拍，左脚后退反身动作，身体转动四分之一，掌根，节奏为一。第二拍，右脚收至左脚边，二。第三拍，右脚后退，掌。臀部开始向后摆动，身体向前倾斜，节奏为三，右脚为掌，左脚为跟。第四拍，左脚经过右脚后，继续后退一步，结尾落跟，节奏为四。看一下完整的步伐，掌跟，掌，掌跟，身法为反身动作，侧身引导，反身动作位置结束，节奏 slow and quick quick， 换个方向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。 女士的脚法与男士不同，我们同样背对直线开始。第一步，左脚后退，同样的反身动作，节奏为一。第二拍，右脚并至脚边。第三拍，女伴右脚的脚法为掌，但是结尾的时候一定要让右脚的后跟往下踩，变成两个脚全脚的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上呢，我们有一个脚法称之为无足步伸，是胡步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升降方法，也就是说是脚后跟没有离开地板的身体拉伸。所以当我们的脚后跟向下踩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开始继续向上拉伸。第四步，左脚继续后退，掌根，右脚托根，并拢结束。看一下完整的脚法，掌根，掌根，掌根结束。看一下身法，反身动作，侧身引导，反身动作位置结束，节奏为 slowAnd quick, quick and， 换个方向。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 and。抖音。接下来，我和着音乐为大家演示一下男女分别的羽毛步。学会了吗？最后记得点赞关注哟。抖音。